确实有个男的戴着棒球帽，是他把那个女的反锁在房间里边的。能看见清晰的照片吗？看不清楚。我看清了。你跟我走吧。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记者会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脚没事吧？这一整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受伤的话，快点去医院，我会付所有的医药费。没别的事的话，请你离开。 为什么不回答？为什么不给自己做解释？你说啊，周尔文，你快和高木学长解释，说不是你干的，白狼也不是你害死的。你说，周尔文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做的，周尔文。
跟我们检查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回去替周围的先生。别折磨自己了，忘了吧。我忘不了。他的话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，你再回去还有什么用？你放我下来，高木学长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问问周尔文好不好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，但事到如今，他连一句解释的话都不愿意说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他，对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他无辜啊？我就知道。你们没有人相信他。南，南，南，周蕊他不值得你这样。姑奶奶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找了一大圈，你怎么手机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的？手机没电了。你下回没电之前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送个充电宝，或者我去接你，你再忙忙。是的，老哥。啊？你咋了？你这是哭过了？没有。没有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眼睛红成这样，谁欺负了你？跟我说，我去给你出气去。真没事儿，就是工作上遇到点麻烦。你李楠会因为工作上气冷成这样吗？啊，肯定是因为那个臭小子。你现在跟我说，我马上叫我浦东的兄弟，你告诉我是浦东的还是浦西的啊？马上叫人堵他，我要用上海最辣的辣椒面，我磨成粉，我撒他眼睛，让他哭得比你还厉害。我当时打狗还得看出来，你问问你哥是谁？没事啊，我给你出气。谁是狗啊？在哪认识那么多人？兄弟必须得有啊。别闹了。没事儿，回家。这还没事儿，你到底咋了？你跟哥说，你哥说，到底怎么了？啊？爱多久？爱多深？爱到疯狂。喝点什么？一杯冰美式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是这位小姐的咖啡啊。这周尔文，咖啡还要吗？不要了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猜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下班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我下了班当然可以来这里工作喝咖啡啊。你家里这么近，你不回家喝？
你怎么知道我家离这很近？你跟踪我啊？我就知道你还是以前的周文。少自以为是，快点回家。如果我回家的话，我是不是明天还可以在这里见到你？明天见。气球吗？姐姐够不到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别着急，一会儿会有个哥哥过来，你让他帮忙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好乖，那我走了。哥哥哥哥，有个小姐姐说你会帮我解上面的气球。哥哥，老板，哎，帮我做一个手抓饼给后面的男孩。你帮我跟他说一下，我心里很甜。哎，好。哎，小伙儿，刚才那位姑娘跟我说让我把这个手抓饼给你，稍等一下，马上给你。他说他心里很甜。是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位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个小区特别好，南北通风。你看，哎，这位。